回家，家己再回乡，啊，拜咱家的神神代表，啊，甲恁感谢者。所以这是要选猛男秀呢，大家体格咱家。啊，而且你看，我先同来介绍哈，咱这个主流民意中央第五届管理委员会，管理委员会啊，我介绍咱家的委员吼，啊，含咱在座，大家熟悉者，哦，大家熟悉者。我伫咱这个，阮副主任李远哦，啊，进行家己过来介绍咱大家认识者。林文忠先生，伊嘛是咱前啊咱这个胡伦社啊咱这个社长，伊土生土长伫咱朱龙庙土生土长的，因第二届管理员的第二届林先生先生是伊的爸爸。哦，是伊爸爸，所以哦，伊对咱爸母哦，一家大小拢足虔诚的。大家再稍鼓励一下，熟悉一下啦，林文忠先生哈，嘛是咱现在咱福林社的社友哦，感谢。啊，咱第二位，咱这个乡干乡务干事，就是咱台中哦，伊在做咱这个登记哦，做登记的，伫咱台中做登记的吼，啊，对咱是咱在地主人庙人。土生土长的，伊伫出外，伊在种拍拼，啊，时间有限，啊，伊无袂记即个咱主龙庙，咱的地神佛的地分，哦，啊，伊的虔诚，啊，伊的保庇，啊，所以哦，当然伫咱即个主龙庙英雄宫伫咧服务，哦，担任着咱即个常务干事，正式甲咱鼓励者赵东旭，伫咧做咱这印刷吼，啊，拄则我介绍阮的副主任哦，伊就伫咧做胶带，哦，贴布。替补，伊今日外国的替补社长吼，啊，伫这里多谢一下，谢谢。第三位，咱介绍，常务干事，咱这个公关组的组长，嘛是咱全国运动会啊分会的代的这个代表，啊，以前吼，伊嘛是伫咱这个做了民进党担任过咱这个委员会委员。啊，这个叫做林俊雄先生，伊就是咱关关组的组长，感谢大家，甲阮听堂感谢袂，谢谢。后来我介绍，这是咱会民委员、距离会委员陈世伟先生，嘛是担任着咱家的这个委员。陈世伟先生，我简单介绍一下哈，和大家熟悉一下。距离的问题，老师也好，甲恁找阮迄个会委员就对。来来介绍。咱这年组，这年组的组长，咱陈川林先生，好，大家熟悉一下哈。啊，再来，阮这个营建组的，营建组的组长，小巨哥，哦，啊，再来，阮介绍就是阮的总务组的组长林先德，好，大家熟悉一下。再来就是我介绍阮的总干事，面相无太好啦，啊，无介绍着，啊，即笑啦吼。珠山不动产的啊，阮的嘉里分店的董事长，嘛是咱福林社的社友，哦，感谢哈，谢谢。啊，来介绍林明德先生，伊这是伊咱营建组的，哦，林明德先生伊咧做这个沙石啊，诶，这个吼，这些行业。我来介绍咱这个林明林先生。哦，伊这接天组的，哦，和大家熟悉一下，感谢。来，我来介绍我这干事陈英辉先生，哦。谢谢。我来介绍咱这个接天组的接天组的贾本峰先生，伊在做据点呢。我来介绍咱的这数个写出来哦，会记来。林明宏先生，来这方面，来介绍。你不会？我的这个营建组的贾文俊先生，伊在做营造。我来介绍，公关的吼，我的南昌兵，伊在做据点的。哦啊，我唔免介绍啦哦，我叫贾青龙平安，贾青安，祝大家今仔日顺利啊，平安餐，大家贾青龙平安啊，谢谢。感谢你今日莅临咱参务，啊，而且恁两位在各位讲感谢，今日来客来一个，即卖吼上届无用的，上届认识，上届拍拼的，上届水的，陈廷辉两位，感谢。伊今仔走脱吼做无用的啦，好，我是只吼听着讲吼，咱主流媒体上讲，伊无来袂使啦，嘿。
立委，立委小姐。